哎，没有亲过男生，我刚不小心那个弄到，亲到了。麻烦那个画面重播三次。心事做太多，半夜到睡不着，神把鬼来到，吞下了那安眠药。不要什么，我说要全部，废话不要多，势力都圈住。看着你们太过调皮，那就说明太多声音，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达到我的程度。手上有些埋在燃烧，像是年少过空虚的你，感染这边的一切。我想有一首这样的歌，不打了啦！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刚刚看到什么表演，因为我觉得我整个被带入到一个情境里面。然后我觉得刚刚这个表演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因为他们的舞蹈刚刚是一柔一刚，又有点诡异，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在那个戏剧张力的状态里面。科普勒一直以来名次都不是那么好，很像是从地狱里翻身的鬼火，我们很想要战胜自己心中的那个魔鬼。我觉得你的另外五位团员都有 get 到，我刚刚觉得你们是一条心，嗯，所以他们都有在这个词的状态里面。我问欧弟老师，奇怪，刚刚有个中空装的去哪里了？就是你，你可以把手抬起来吗？你可以把手拉起来吗？我确认一下是你，手拉起来，对，就是你。你刚刚一柔一刚，你真的做得很好。我每次跟我一组的人都拿最后一名，我不想再拿最后一名。必须跟你们说，你们两个刚刚那个一起的表演还真的是厉害。你们两个同时在发光，我从来没有亲过男生，我刚不小心那个弄到，亲到了。麻烦那个画面重播三次。2024原子少年二，六颗神秘的星球将再次引爆，用音乐翻转银河，掀起全新的宇宙浪潮。TVBS 42频道8月24号起，周六晚间8点，快来跟我们一起起航。